韓国ですか？違う。アメリカ。Yeah.皆さんこんにちは，我是コロハンです。我们今天呢来到日本元素这边的那个竹下通，我来发现一家动漫店。今天刚好是迷你 Q 的进货日，没错，它有迷你 Q 一分上，我要买十个了。我们来抽抽看，看我到日本以后是否还跟以前一样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试试看。你们看，超多一分上的。其实我想抽很多，可是这次带的钱没有到很多，但是这里一番上全部都有，连之后很久台湾才会出的都有，甚至连台湾没有进的都有。然后这个是我这次的目标，迷你 Q 一番上，上次被那个鱼西啊，还是忘了被谁，还是被神迪包下来，我那时候超悔恨的。今天我一定要抽。然后他 A 赏还有很多个，我发现日本一番赏可能是因为太多店都有进了，所以他的一番赏其实不会被抽掉很快。老实说，我现在几率应该算蛮高了吧。然后这一次的东西，我的目标当然是 A 赏，这个是迷你 Q 娃娃。然后 B 赏是迷你 Q 帐篷吗？哦，没有，这是那个戴在头上的。最后一赏也是迷你 Q 的娃娃，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就开抽吧。Ten， ten， 嗨嗨嗨嗨 ，OK， 嗨，九，九盖九盖，すみません。日本少し、日本語少し。韓国ですか？違う。アメリカ。あの台湾。哦。嗨嗨嗨，台湾の YouTuber です。嗨嗨嗨嗨嗨！我刚刚偷偷跟他们说我是台湾的 YouTuber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我们来抽。好，第一抽。啊 ，D， 还不错哎。来，我们再来。我想要 A 赏。好，那我选这个。来，再抽。啊 ，D， 没关系 ，D 有重复，之后送观众。好，这两张。还好这一家店能录影，我还蛮开心的。哦哦 ，D 赏。对对对对，又是 D， 超多 D， 哑巴哑巴。再来这个第五了。G， 哎，我反而是 G 抽到比较少。再来，轰动你哑巴，还有四抽。说实在的啊，这几率颇低的啦。说我现在几率应该算蛮高了吧？来，再来，又是 D， 为什么？抽还有三抽，来你们选一个好了。这个是不是？这个。好，就决定是他了。我一次抽完八、九、十，最后三抽没抽到就不抽了。来，啊，一上，可恶。对对对，又是 G。好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了。啊。G， 嗨，お願いします。残念ですね。啊 ，A、B、C 都没有哎，哎，还有四个，竟然都没抽到，傻眼。第一个三，四つ，四種類。啊，嗨嗨嗨 ，OK。一個ずつで。一個ずつ，嗨，いいです。阿卡比还有哎，我好想抽。嗨，嗨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四つ，四つ。好，那我就拿这四个。嗨，阿里阿里，各位吗？好了，各位观众，我们剩下的就回去我们的民宿开箱吧。好，我们回来啦。其实我根本没去，不知道我在那边兴奋。对，这次只有我去，因为只有我去竹下通啊，黑熊没去。来嗨一下，来一段 rap。啊，怎么来一段 rap？ 来一段 rap。又，今天来到了日本。又，今天来到东京，我整天都在民宿睡觉，只有黑羽一个人去抽一番赏，回来还记得要找黑的熊拍片。耶！好，那这次我抽的一番赏是这个，是什么？猜一猜。Fate。错。除了 Fate， 除了 FGO， 你还会抽什么吗？看一看。哦，可爱，我可以拿出来吗？我可以拿出来吗？可以可以。卡哇伊，你喜欢吗？我还蛮喜欢神奇宝贝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它是迷你 Q。我跟你讲，我可是以前红版收集到151只神奇宝贝，包括梦幻的超级虚拟。那不是基本吗？那什么杯子？那对，我这是杯子，那也是杯子。这是迷你 Q 系列的哦，给你们看。可爱，卡哇伊。你的是什么？我的是它在那个什么，一个算是游乐园里面的感觉。我的话其实是它是从那个帽子里面跳出来，旁边还有两只。你知道这只是什么吗？那再来呢？我们要试试看这个杯子耐不耐摔，因为很多小朋友可能会摔到杯子。来，三二一，喂！我看真丢哎，你有看到吗？我不看。这件事你可以把它 key 刚刚那个脸啊。然后下面就啪点在这里去，你知道这是哪一只吗？我知道它是一个鬼怪系的 Pokemon， 然后它想要受欢迎，所以它就把自己对套上皮卡丘。对对对对，再来下面，它是迷你 Q， 它算是我最喜欢的鬼系神奇宝贝。然后我最喜欢金龟之一啦，这是什么咖喱吗？盘子。你
是说抽到宝物之后会变成这个样子吗？来给你们看，这个可是这个大小应该只能当酱油碟子啦，这个大小只能当杯垫。没有杯垫，我杯子装不下来。这装的好鸡掰哦，怎么用啊？这个还不错，这是圆的，还算很好用。但这个长这样是闹怎样？对啊，这是干嘛？这到底要怎么用啊？他妈捏饭团是不是？不对，我有拿鲤鱼王的那个盘子，那鲤鱼王盘子工作室用的蛮开心的。然后这个你看，这个也是小的酱油碟，这個、应该只能放调味料的。一般厂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出一些比较实用性的，对啊，我都会拿来用。都抽一堆垃圾。没有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剪辑师。不行不行，一定要剪进去。抽一堆垃圾，垃圾。YouTube 的真实心声。没有，你自己说嘛，你这个抽来要干嘛？然后我们接下来看这个教室。哎，这个我期待。但如果有梗鬼，我要干走。在我面前说干走，我还会让你干吗？你知道之前很夸张，我和凯洛有抽那个魔猎人一番赏，我们抽到一个里面有两个吊饰。哦，真的哦。bug。太爽了吧？哦，它是铁的吊饰呢。啊，好丑、哦。我抽到皮卡丘的。我这个你拿去。这个是。皮卡丘的一部的某一个进化啊，那个月太阳，太阳精灵，太阳精灵，太阳精灵。把你喝掉丢了，对啊，不然我都死那么丑，你长那么丑，我丢掉。那你长得也很帅，请回收我。那你不可能，你看好可爱哦，耿鬼的，不是借我看一下吗？借我看一下，我拿嘛，我帮你。这个就是刚刚那一个，不是我帮你拿啦，哎呦，你这个贱人，好可爱，耿鬼超可爱，耿鬼超可爱。我要把它藏起来，藏在黑球找不到的地方。等要回民宿那一天，我再拿走。反正我一定要告诉你，我的运气，一番场运气不适合用在日本，只是又适合用在 FGO 的。机台上面，这个一定要去看一下。如果黑羽还没影片还没发的话，你们之后可以 follow 一下。follow 一下。这个之后会出 FGO 机台影片。我不想要再讨论这件事情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次一番赏影片。那各位观众，假如想看下一次一番赏的话，这部影片破千赞，破千。那你可以订阅后面那个 ，Yeah，What's up？ 勉强订阅一下。大家看完影片记得要来订阅。我是黑子熊，大家叫我黑仔熊。Come on, check it out， 大家一起来订阅。好，那谢谢新生的观众，安踏分享，真的很珍贵。那我今天有创办哔哩哔哩跟推特，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追一下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